在我们是在日本的千叶木章综合体育馆向大家现场直播第十一届世界杯乒乓球比赛半决赛。现在发球的是瓦尔德内尔，他是当今世界排名第一位的种子选手。陈龙灿今年26岁，目前排名世界第6。乒乓球爱好者非常熟悉的选手，他们在多次的世界杯乒乓球比赛里边，这两名选手也是一路的过关斩将。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的欣赏国际乒联会议的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徐云生同志做我们的转播顾问，陈龙灿大板扣杀，两个角再打到中路。瓦尔德内尔的放高球的技术还是相当的出众。现在陈龙灿发球，比分是9-12，他落后3分。瓦尔德内尔这个队员呢，落点控制的比较好，接发球抢攻，发球都是他的绝招。另外一个正手的弧圈球，侧身抢冲这一块呢，还是威力相当大。如果说瓦尔德内尔还有一些不足的话，那么他的反手稍微的差一些。陈龙灿是典型的，就是左推右攻，轻易的侧身。内尔发球。徐云生同志，您看第一局呢，已经打到了19-10。第一局看来瓦尔德内尔打得比较甚，那么他这个反手啊，进攻就比我们陈龙灿稍微强一点，全面一些啊。他能抢攻跟拉弧圈球。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啊，陈龙灿接发球没接好，先抢。胜了比利时的赛夫，赛夫呢又胜了瓦尔德内尔，最后经过算这个小分算局数呢，他的小组第二。那么陈龙灿是在第二小组。日本的老将斋藤幸和新西兰的杰克逊，在小组比赛里面陈龙灿打得不错，是3战3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在进入八强以后，瓦尔德内尔苦战5局，以3-2半决赛里边首先相遇。另外一场半决赛也是在中国选手和瑞典选手之间进行，是瑞典的老将阿佩伊伦对中国的马文格。现在我们还是先向大家介绍陈龙灿和瓦尔德内尔比赛的情况。精彩的场面真是层出不穷，交一盘好球，陈龙灿不得不放慢一下节奏，然后突然加速，中台能够发力拉弧圈。在相克的时候呢，他们经常利用放高球过，陈龙灿尽量的利用这种拉上以后呢，那么就比较被动。另外一个陈龙灿呢，尽量利用这个球的速度的变化、节奏的变化来和你推挡来作为过渡。瓦尔德内尔落后1分，这是第二局的比赛。第一局，瓦尔德内尔21-3获胜。看这个陈龙灿这个比赛，一定要减少一点无适应过，不太适应。在这局比赛里面，陈龙灿这是打的一个滚网球，刚才打过一个擦边球。现在瓦尔德内尔9-12，落后3分，这是第二局比赛。一个加力和减力的这么一个专业减力。确实。好球，打得还是不错。他们两个人的现在的打法，一个是欧洲的典型的，陈龙灿是用正贴，颗粒是往上。对。对方嘛是两边都是用正贴嘛，他的特点是速度比较快一点。传教嘛，他
我给你打块五千九。注意简历。那可能咱只要就减少点人为失误，你看对方现在比较糟。21-13获胜。发球不出台，推挡和亚军。在84年马来西亚的第五届世界杯比赛里面获得第五，88年在中国进行的第九届世界杯比赛里面获得第六。世界杯比赛是亚军。质量不高，太高。嗯，对方已经打虎圈球。陈文灿的正手，结果球下网。现在比分是17-18。好球，发球想先压反手，发这个短球不出台，然后侧身抢攻。好球，快带，好球，再打中路这个，二发短球。19-2。发短球，快攻，打两个角，哈。陈龙灿发完球以后，关键这一局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好球，好球，突然简历推挡一番，放短球，哎呀，哎，这个侧身本来是个机会球，瓦尔德内尔低球下网，21平。推挡那个控制，白短这球不错。好球，陈龙灿领先一分，22-21。23-21。这局陈龙灿其实打得不错，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18-20、19-20、20平以后又落后一分的情况下，敢于就是发挥自己的技术。现在是第三局。好的，现在比分1-0。在对上，你今天准备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战术呢，主要是能够把自己平常的技术上的一些特长，能够在国际比赛里面也多次交锋，双方对这个打法和技术特点也都比较熟悉。那么一个是看谁，看来陈龙灿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特别第二局，在比分几度落后的情况下，仍然是敢于运用自己的技术特长。瓦尔德内尔的发球呢，也是堪称世界一绝。他的发球呢，有人说是曾经誉为是世界第一发球手。他这个发球一个半转身也是使用的比较好，不太好。退档，瓦尔德内尔打了一个擦边球，好球。陈龙灿顺利的拉过去，但是瓦尔德内尔呢也很轻松的把球轻轻一挡，变线。现在瓦尔德内尔5-4领先。瓦尔德内尔准备侧停，双方各有一次发球，变线。好的，技术在国内的一个选手当中还是算是比较好的吧。现在就是要坚持进台，就是不能推，离开球台一远了，这个非常不好控制。现在要离开台上。陈龙灿是6-7，落后一分。好球，反手，不让陈龙灿侧身。球也是他，陈龙灿的反手不能起。就是说，正反手都可以拉弧圈球。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技术上术语也比较多，抹一下、撇一下、拱一下、弹一下。相比之下呢，我们现在这个这把没人掌握的比较好。这球也是，还是我球一出台，玩的那就是一般都是抢先能够拉的出现球。这个球现在是球场来说，应该在哪几方面应该有所突破？我们这个中国的快攻刚才开始啊，就占主动啊，因为当时这个。世界呢就是日本水平比较高啊，快，更加动作也小，反手比日本好。我经过那么多年，他学了
日本那种苦拳学到中国的这种快攻，所以他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就好像我们的技术问题比较多一点。啊，比如说我就是，相持以后这个能力就先打相持球的这个能力啊，差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快攻啊，一离开球的，稍微离开球的就没有优势啊，就没有这个相持能力了。那么相反，对方呢，他正反手都不错，另外的近台、远台他都可以打。现在比分，相反基本上都是压对方这个反手，嗯，啊，很少，不是很成功。这样打法还得有所变化。因为瓦尔德米尔也敢于侧身，好球，难抢攻，这就是打了瓦尔德米尔的正手，队长加速，来制胜对方。现在欧洲这种球呢，特别优秀选手想几拍打死也很不容易，所以除了要发挥自己这个快攻、侧身抢攻这种特长，还要注意呢，和对方要有这个相持的那个能力。好球，这都是打右方，成功了，说明他就开始有点变化。好的，又是右方的，对方他正手会拉比较好，会拉五将球。另外呢，你掉了好球，你掉了正手以后，就看谁战术运用的得当。陈汉这局是打个好球，现在陈汉失球，瓦尔德尼尔发球。哎呀，低了一点，这个球下沉19平。这一局对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在心理上、在技术的发挥上都会起到一定作用。哎呀，这个瓦尔德米尔21-19胜了第三局。刚才这个接发球啊，还是出了台了，出了台也适合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快攻打法。但是他反面呢也是用反胶，有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反胶这面发发球。马上在那放高球，陈龙赞这一下打的突然一剪，现在是2平，2-3落后一分。好，接住他的反手一个斜线，现在是2-4，发球得分，3-4。哦，又发了一个急的平，瓦尔德米尔这个线路打得还是很清楚，看到陈龙灿侧身的想打他的正手空档，这个球呢没有打在球台上。现在陈龙灿5-4领先一分。这下子先抢攻一番，好球。现在这球也是掉的正手，是把他注意力啊稍微分散的，叫他不敢打他的侧身。对。这一段瓦尔德内尔也是自己的失误稍微多一些。哎，这球太长了。先拉9-7，好球，这球发得不错。参加这次世界杯比赛呢，运动员们对这次使用的这个器械球台呢，那块有一些下沉。那么通过几天比赛的运动员已经多少有些适应，特别是球台的地板了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改进。现在看的这种球台呢颜色比较鲜艳，对，那么电视转播就比较好看一点。另外的地板啊，在这个棕红色低一点，那么这样的这个观众啊可以看到这个视觉清楚一点，可能用那里移动步伐不跳起来，这个运动员捡球很麻烦，要弯了个腰，所以呢，现在在四个角还有捡球员，四个捡球员，但是这是一张台子，如果搞世界锦标赛，
黄色的乒乓球嘛，过去也用过，后来乒乓球进过。现在比分13-12，黑龙江领先一分，13-0。现在陈龙泰15-13领先，白短。接着这球，陈龙泰把球回过以后呢，对方发力的时候球下网，